我当你妈咪啊。那我给你扎个头发。我们的贺先生今天想要什么发型啊？牛角啊。行，妈妈给你扎牛角。来，左边，我们的小宝，现在像个小姑娘一样，让开一下。小贺总，那个贺总他正在开会呢，这一时半会儿真赶不回来。您先下来好不好？上面太危险了，您先下来。你，啊，对，别急，马上，小何总，马上。王云飞，下来。何总，您终于来了。爸爸已经跟你说了，我在工作。我当然知道你的三大原则：小宝生气就要道歉，小宝需要就得出现，小宝想要就得实现。但是现在不可能。喂喂，把医生给我叫过来。何总，刚走了急，忘了告诉你，克扎克医生已经在十分钟之前提出了辞职。他说小宝这种情况，他随时可能患心脏病，所以他说命比钱，那就找其他的医生过来。我们一直在找医生，平均三天走一个，科扎克医生已经算是时间最长的一个，好歹也坚持了十天。我要听的不是这个，去想办法。贺总，研发部的徐总还在等您开会，另外晚上的颁奖礼之前还有一个直播，我们必须得出发了。何云飞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从不哄人。你要闹就闹，把办公室拆了都可以。我的时间是用来工作的，不是围着你转。不是贺总，小宝怎么办？我可 hold 不住他呀、啊！如果让我照顾他，可能下一个跳楼的就是我。给小贺总备车。是。之外，功能上跟一代没有任何的区别。Healthy Love 最特别的是，我们制作了 Catch Love 的 App， 可以记录每次约会的心动瞬间，更符合年轻人针对爱情的直观感受。社交数据呢？我们第二代产品的主要客户在35岁以下的年轻族群，至于女性消费者，从14到40岁，有84%特别感兴趣。
84%特别感兴趣。样品呢？帮我带上。研发部门继续推进你们的工作，另外我会介入测试阶段。你累不累啊？抗议无效，我就不应该给你做这些卡片。继续。你是妈妈之后，你要对。32.1，抱抱我，小宝。我叫果果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你这么高冷，男孩子不要害羞嘛。如果你这样子是想要玩更多的玩具，那我告诉你，没问题的。看在你是刚刚来这儿的份上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只要你愿意，这里所有的玩具你都可以玩，做我的好朋友吧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是不是又在家陪奶奶看言情剧啦？医生，你终于来了，果果好想你。我也想你。来，这边坐。来，坐好了。小宝，姐姐给你买了水。来，站住。想带他一起玩，得先过我这一关。坐。哎，这样。我们商量个事情啊，你先去那个房间里藏着等我，我一会儿过去找你，好不好？3、2、1，跑！生病了就要喝药药。乖哦，乖。咕噜，咕噜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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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恐龙把药药喝完了，身体觉得很舒服。你看，爸爸生病了，爸爸也要喝药药，那要苦吗？药药真的一点都不苦。嗯，那现在该谁喝药药了呢？哎，对对对，来。呀呀，啊，真乖！啊，我们小宝真勇敢。来杯咖啡吧。妈，助理说，小宝从今天早上就开始感冒了。你都没有注意到吗？今天早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，出门有点早。平时小宝都是一个人待在家。如果情况允许的话，我会尽量把他带在身边，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小宝一个人自己待在家里，他拒绝开口说话，也拒绝跟陌生人接触。这么多年，你是第一个让小宝这么依赖的人。